第十二题，演唱会终于开始了。哆啦 A 梦拿出四摄的普通数位相机，拍下这历史性的一刻。请问，在感光元件上的成像性质为何？我们要在感光元件上成像，成了一定是实像。那么，要能够照下整个演唱会的场景、人物等等之类，所以一定是缩小的像。所以，我们会成了一个缩小倒立实像。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在感光元件上的成像性质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倒立的缩小实像。